虐童致死这样的一个修法，我在立法院里面已经多次提出来啊。不过很遗憾的，我跟各位报告，在立法院提出来，因为我的法案是要增定，就是凌虐儿童致死最高是可以处以死刑，但是这样的一个法案，民进党立委是反对的，而且是反对到底，所以是没有办法在立法院有多数的同意通过的。那我要讲，为什么虐童的问题现在还是这么的严重？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家庭，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结构是越来越脆弱的，离婚率也增加了，没有婚姻关系生小孩的比例也增加了。以这个台南的妈妈来看，17岁孩子已经1岁多了，请问他几岁就生小孩？15岁就生小孩，一个15岁就生小孩，等于是未成年怀孕，他都不知道怎么当爸妈，他当了妈妈，而且婚姻关系不稳定又离婚，然后带着孩子去投靠到人家家里面，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你说政府有没有更多需要做的地方？当然有。我觉得今天包括蔡总统，包括苏院长，他们的高度跟他们手上握有这么庞大的行政资源，绝对不是用呼吁两个字然后就来回应现在这么严重的儿虐问题。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很严肃面对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安全网的确还有漏洞。大家别忘了小灯泡事件多么残忍，在台北街头他被断头。那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已经当选总统，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阿姨会把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补起来，还写了卡片。请问蔡总统，你当了2年多，社会安全网你补了多少？到目前我们看到的社会工作人力，如果以政府宣称要补足，现在还缺了500多名。社工是第一线非常重要的，刚刚主持人提到说要到家里面去访视去看这些孩子，没有社工怎么看？所以第一个人力的到位，你作为一个总统，作为一个院长，你要不要很具体的回应你这一些现在缺的人力，你什么时候要补足？你怎么样去强化？这是你可以做的。第二个，针对这种幼童6岁以下，他可能未婚怀孕生子，然后他可能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负债，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犯罪问题，当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他相对风险比较高。这种6岁以下幼童，他是属于高风险家庭，你的主动的筛选跟到访的机制，现在我必须说还是失灵的。如果现在这个机制很好，就不会发生这个孩子他长期这样子被虐打，没有人知道，然后也不会被发现，都是送到医院，然后孩子已经死亡才知道。所以这样一个6岁以下幼童主动去筛检，然后去主动查访的机制，应该要加强啊，应该要强化，这个也是你行政院体系可以做的。还有我们现在到底政府部门哪一个部门是负责儿少的保护的专责单位？我必须跟各位讲，主改之后他把它拆的就是一边叫做社家署，一边叫做保护司，都等于是把它拆开的。但是儿少的保护工作它必须是一体的，它从预防到处遇到后续的辅导，它包括它后面的福利，它必须是连成一体，它事权必须统一。那是内政部主要负责吗？卫福部。但是卫福部对，然后但是它会涉及到教育部，也会涉及到内政部，它会有跨部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整个都是散的情况底下，我就做出来的力道当然就是力有未逮嘛，这个部分也应该要做啊。还有最后讲到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刑法是不是太轻的问题，当然是太轻哦。原来我们在刑法的286，你凌虐一个孩子哦，他就是妨碍他身心发展的话，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他还没有定一个最低的这个，包括6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他就是5年以下，所以也有可能只是一颗罚金就算了这样子。然后他对于重伤，对于死亡，他是没有另外再加以规范的，所以包括我，所以还是5年以下。对，现行，现行就是这样。现行的话，就算你虐待儿童致死，你还是5年以下徒刑。就是他对，按照这个旧的法令，他是这样子。但是当然，现在检察官有的会看他是严重的伤害致死罪，所以有的会用别的法条来处理。但是这个部分就反映什么？我们现在的司法，对于孩子的司法公平正义，我觉得保障还是不足的。你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乡民他们要动用自己的私刑处理？因为他就是觉得你现在的法令对孩子的保障是不够的，他们看不下去。所以你觉得这一股风气有越演越烈之势，就是大家好像都在键盘前看到这种事情觉得不正义，又看不出政府拿出什么具体的办法，所以大家只好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展现他想要去保护这个孩子，或是帮孩子讨公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当政府看到这样的行动，
不是只有说私刑动用私刑不可取，我们是法治的社会，你应该去理解说，那到底大家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如果大家认为在司法上面我们保障孩子不够，不足以还给孩子司法正义，那该修法就应该要修法。而现在修法，我要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如果在台湾杀害一个成人，最高其实是死刑，把一个孩子凌虐致死，他不会到死刑，就是我刚刚讲，这是我们现在的法令。而现在法务部送出来的版本最高叫做无期徒刑，而我的版本最高我希望到死刑，因为一个孩子活活的被虐待死，跟一个人被杀害，请问两个人所遭遇到的痛苦，我觉得那个是等同的痛苦，甚至你活活被虐待的人，他的痛苦可能是更痛苦的。所以既然台湾现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底下，孩子的司法正义我认为还是应该要被维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网友或者是乡民他们具体提出来的，杀害儿童的人最高也应该要死刑。当然有人比较激烈一点，就是说唯一死刑，但是就法论法，我们台湾已经没有唯一死刑这件事情，但是最高到死刑这件事情，我认为应该要被严肃的检讨。那我要问蔡英文总统，你在脸书话讲得非常好听，你说该修法就修法，那我只问你，如果现在的民意支持修法要把死刑入法，你同意还是反对？还是你民进党的立委会持续在立法院里面是反对的？该修法就修法，听起来好像你很支持，但是请问你支持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今天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跟行政院院长，在这几个关键的议题上面必须回应是具体清楚的，而不是在肉圆加不加辣这件事情上做文章。给王玉米委员非常高的肯定哦，因为他是最早提出加重虐儿的加重刑罚这样的修法。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或时代力量委员提出来都是这一波舆论跟风才出来喊，因为王玉米委员他是长期关注儿少议题，然后在武汉委员会其实我们共事非常久，他是一个专注儿少议题的专业委员，所以他非常早提出来。当时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在司法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民进党委员基本上一致反对。对，就看到现在他们因为舆论还有这些儿少事件频繁发生以后，他们就说哦，现在他们要朝这个方向来修法。所以这个是让人非常匪夷所思，这第一点。第二个，刚刚大家谈到很多，其实事实上都是属于台湾所谓高风险的家庭，不管是15岁生孩子这种未婚生小孩，或是弱势或低收入户经济负担很重的家庭。事实上，因为我也在问委员会，常常这些议题我们跟官员沟通的时候也问他们，当每一次这些新闻事件出现，到底中央相关部会你做了什么，他们讲得非常漂亮啊，社会安全网相关的机制几个步骤等等。但每次讲到说，他们针对这些高风险家庭有在列管，有在追踪，但事实上他们也点出现实面就是有一个困难，最简单的户籍，也就是说事实上今天很多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高风险家庭，我们知道他可能在比如这个新北市好了，但事实上过不久他们可能搬家或某些原因到了其他县市，那户籍这个相关社政单位他就没办法继续追踪，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他不是警政，不是司法。所以我们就问说，那到底怎么解决？他们也说没有办法，因为包括个人资料保护法啦，包括很多资料勾结比对，他们没有权限。好，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地方政府横向的联系，比如说今天好，这个高风险家庭迁从新北迁到新竹或到高雄到其他县市，那横向各地方政府，你有没有很快的户政单位连线的方式持续的追踪？这一点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到？哦，第三个，民众对于刚刚谈到我们对于家暴也好，受虐儿童这些案件，我们会不会多一份关心？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家丑不外扬，而且常常就是说我们不去介入人家家里的事件，但事实上很多社工人员出来讲说，政府与其你去规划很多这种漂亮的政策或制度，不如宣导家暴不是家事，它是一个犯罪，它绝对不是家里面的一件事情，家暴是犯罪事件。所以平常我们对于隔壁邻居可能门打开，可能有遭窃，甚至是不是怀疑有闯空门，我们都会愿意拿起电话来通报，来拨119、110。但是今天我们却听到一个儿童哭啦，或者可能有争吵啦，我们反而觉得这是人家家务事。所以借由今天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其实民众也要把自己的观念
改正过来，多一份关心，多一份鸡婆，其实反而就可能及时的救了这个孩子或被虐的这些人士。那最后我要谈就是，那政府现在我们看到，包括苏院长，包括蔡英文总统发脸书也好，透过社群媒体宣布说用词很重啊，我们对这件事情零容忍等等等等。但我希望不要沦为口号而已，因为每一次新闻事件哦，今天爆得很大，但之后可能下一波又有另外的事情，也许朱恩哦，也许两岸的议题，也许总统的议题，慢慢慢慢又盖过去了，很可惜。所以我希望执政者也好，或是我们在野党也好，接下来下个会期，我会主张，也建议我们党团就加重虐儿刑责这个法案，我们列为优先法案。那执政党团，你愿不愿意？现在苏院长已经说了优先审查。好，那你就要出来正式承诺，党团真的要列啊，而不是过年以后，那下个会期，当民众渐渐淡忘其他事件、新闻事件盖过，然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党团一定会持续的追下去。当然，这件事情最持续追的是玉敏哦。那到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同志因为这一个新闻事件的频频的发生，那有可能就在这个会期就把这样的法律通过吗？你觉得？我希望这一次事件哦，就是说，如果朝野可以有这样的共识，包括实力，过去大家知道他们也主张是 face 的，这次愿意回过头来，反而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的立法。我觉得至少这是踏出一步哦，但是就像刚刚王安讲的，不要只是因为在风头上，因为现在非常多的民众关心，所以大家就纷纷表态说很支持，但是口头的支持到后面可能就没有具体的行动。而我更期待的是，以蔡总统这样的一个高度，以这个苏贞昌院长这样的高度，请他们更明确的跟大家宣示，你支持这个修法应该要。就是要严惩，那你支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目前我的版本跟法务部的版本是有差异的，我的版本最高其实是可以到死刑，法务部是到无期徒刑。那我相信以民进党的立场或者是苏贞昌的立场，他们大概就是到无期徒刑为止。但是现在的民间的声音是觉得这种虐童案真的是大家看得太不忍了。如果说你是蓄意的、恶意的把一个孩子活活真的虐待致死的话，那在司法的公平正义的天平上面，是不是跟杀人罪其实是无异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回过头来支持，就是在野党立法委员提出来的版本？我觉得这个是考验民进党到底在这件事情他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在下个会期开议之后，司法法制委员会可以优先排案，因为我的案子都在里面了，那这个行政院的也在里面了，如果有其他立委有一些提案要进来也都很欢迎，但是不要再有人刻意的是要去背梗或阻挡。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提的27之1的修法，民进党的立委全部反对，然后反对的理由，因为当时他们也不敢就是大声的说我是主张 face 的，我反对，没有到这么的激烈，但是他们反对的理由，他用一个拖延战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行政院的版本，所以审查你的也没有用，我们就等行政院的版本进来，然后大家再来审查。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就是刻意去担任这个招委的角色，我说好，那就等你6个月。果真他们现在已经排进来了。那他的案子送进来之后，我希望民进党的立委不要再有任何的借口，到时候要审查的时候又拿其他的理由来搪塞说啊，这个什么不急啊，我们就是缓处理啊等等。我希望就在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在立法上面，在司法上面很明确的有一个保障我们孩子的条款。刚刚大佬说这个修改这个刑法，就是说可能不见得会解决，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跟大佬讲，我要跟很多的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讲，虽然他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但他可以在司法上面还给往生的孩子真正的司法上面的正义。而解决恩怨的问题，当然它是要多重的、多配套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一些人呢，包括 Face 联盟，他们主张说不可以这样子修法，你修这个法是没有意义的，你这样修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防止恩怨的问题，它本来就是多面向，在社工的层次、在社福体系的层次、在预防的层次、在司法的层次，每一个层面都有他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要不然我们的恩怨问题只会多，也不会再减少。已经 face 的国家，我们就撇开不讲。那还没有 face 的先进国家里头，
像类似的虐童致死的案子，现在他们的法律里头最高刑度是死刑的有哪些国家？其实像在日本还是有死刑的，就最临近的我知道在日本其实还是有死刑的。对，还有呢？没有了。其他的我没有做过更缜密的调查，但是在中国大陆它也不是一个废死的国家。这只是死刑只是宣告说这件事情我们的国家的刑法对我们的一个立场跟态度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去处罚。对，因为死刑在现在的台湾是没有废除的，而且把它变成有死刑代表我们的国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到最高。没错，另外一个意义而已嘛。对，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说台湾的国情跟其他国家的国情到底一不一样。我必须讲台湾的儿虐问题真的是特别的严重。你可以看日本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他们发生这种儿虐致死的案例没有比台湾高。我们台湾的人口是2000多万，但是我们去年一整年还有十几件就是这一种活活被虐死被打死的。所以我认为法律还是服务人民，就是说你们一个国家有你特殊的现阶段的一个需求。所以现阶段如果我们整个儿虐的问题还是这么多，儿虐致死它并没有断，它并不是变成个位数，它还是十几件二十几件这样的情况。那我认为我们现阶段的法律就应该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那如果未来我们更进步，我们任何的预防措施做得更好了，这些案件数都下降了，然后我们更可以就是说不需要这样的立法来确保孩子可以再修法。所以我认为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它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因应这一个国家社会的需求而做出适度的调整。所有当爸妈妈的人看到那样的画面一个一个出来，真的很心痛。小朋友被这样子的凌虐被打，然后还打到死，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总统跟院长他们说要呼吁国人要及时通报，然后多关心周遭的人，这也没有错。所以我们不能说乱骂说总统你在讲什么，总统讲的都对。可是你是总统，你不是里长，你也不是我，你也不是一般的家长，你是不是有更有 PD 手段？相较于总统所提出的比较像是没有那么实际的做法的呼吁哦，我觉得总统应该可以做更多。这个呼吁在有发生这些事情跟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做一样的呼吁。大家都会去注意到，就是当小朋友出生以后，像我有三个小孩都要定期打预防针，然后还要有他的这个成长曲线。那其实不只是给家长自己关心自己的小朋友，也给社福单位去注意到说，哎，小朋友怎么没有来打预防针？小朋友的生长曲线为什么那么低？是不是有可能营养不良？爸妈在教养过程当中对他可能有凌虐，或者是没有固定的这个正常的教养，都可以介入跟追踪，然后最后发现，然后杜绝这些东西。你不是只有两个字，就是提醒大家多关心周遭，或者是呼吁大家呢要注意及时通报。那这个只是在一个大家我们都一起动起来吧的讲法而已。苏院长的做法比较实际，可是我也必须说，现在的一个做法是苏院长希望能够把这个有关虐童致死的刑责能够提高，这个早就已经在立法院了，就是早就已经提出了，就是原本大概是5年的刑期，如果虐童致死的话，最高可以判到无期徒刑。那观众朋友，我必须要讲哦，这个可能讲起来比较让大家可能会大叹一口气的，我们现在其实中华民国是有死刑的，所以就算判死也不执行死刑的情况之下，当你最高的虐童致死的这样的刑责只是提到无期徒刑的话，那他会不会被判无期徒刑呢？判了无期徒刑之后，后续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如果死刑现在我们的政府都不愿意执行，有什么东西能吓阻？你没有办法吓阻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总统跟院长他们今天在就是第一次的也给大家看了，因为现在毕竟是网红院长跟网红阁揆嘛，动起来希望民众看得懂的这些做法，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可是毕竟你们两位是总统跟院长，你们手上握的大权比现在在看电视的每一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在场每一位人都多，所以你们可以更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这种事情我们不想再看到，除了呼吁跟叫大家及时通报之外，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雷厉手段，可以禁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过去我们常在讲，有重大刑案发生的时候，你要组专案小组立刻快速打击，去吓阻后续再发生。那现在这个如果光是只有呼吁，而且呢修法也只是修到无期徒刑的话，我不是很确定的，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们不要再看到这样的状况发生。早上的这个质询秀，民进党的市议会党团成功吗？我只看到气球很多颗，然后啵啵啵在那里刺气球，其他的都不记得了。今天坚哥没有来哦，模仿他一下。秀玲，我只有四个字，
坚哥最强，就是有四个字而已。我刚刚其实有遇到他，我也跟他讲，他说我要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你学的还蛮像。看过了王世坚对韩国瑜的质询之后哦，你就会知道。然后你看到25个莫迪，真的是，其实我觉得我不会去就是揶揄或是嘲讽这20几位的民进党市议员，他们真的应该让王世坚给他特训。但是我从我的旁观者来看，就是为什么王世坚他的这个就是质询的过程会。大家现在网络上都普遍在讲，哎，王世坚好像委员比他们一个打20个比他们还强，为什么？因为质询的过程你也要抑扬顿挫、啊，你可能先循循善诱哈，韩市长我怎么样哦，肯定你什么，但是那忽然就变成大声，你要有高低了哈，这样大家才吸引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今天的状况，我也必须说，我就不点名了，因为我有全程看了，因为是第一次，又那么多人在看，你看他们一开始光是那个海报跟气球就搞了大概2-3分钟，我只注意到这个啊，议长都说被开戏啊，我哈，然后有点紧张，我真的讲哈，大家回去重看哈，我在节目上不要点名，有抢话。就是当一个议员还在问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哇哇哇，因为大家都急了，那这样就 low 掉了。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站出来。然后呢，如果里面有像大佬这样子口才非常好的举派代表，可能3个或5个去问就好了，不要大家那边轮流在那边一直想要抢。每个人都想被拍到啊。第三个就是说你问的问题哦，这位议员其实我有听到这一句，但我现在不确定他是谁啊。看我这2天能知道的话，记住他的大名，也不要说没有名字。我真的惊呆了，就是说如果你敢选前墙92公司的话，你就掉30%了。我真的当场惊呆了。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明明就是在选前的时候，在有台的辩论会上。直接回答陈其迈的问题，而且媒体都包那么大，对，而且变成是一个重点了，就是他很认真，很认真的在韩国瑜在第一题就回答了，他第一题就说选前我就承认92公司，他连韩国瑜再回答他也没在听啊，对，所以就是说他原本的题目照念，就是说这个题目可能是幕僚安排的，那我就照讲。可是问题是韩国瑜明明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惊奇，就是在高雄讲了92公司还能当选，所以高雄是不是也已经变了？那既然还用这一题，这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就是说过程当中哦。大家可以发现，所提出的问题没有陷阱，也就是说，就算是92共识，韩国瑜自称哦，第一题的阵营 A 哈，就算他这样回答，可是他根本不怕你啊，因为你讲的92共识跟我讲的不一样嘛，我又不是会认同92共识等于一国两制，所以这不是难题的情况之下呢，其他题目呢不漂亮，为什么？因为10几项列在议会的大电视墙的政见，你在他上任不到1个月。就一直问他说：“你现在是不是跳票了？”所以说实在的，他今天不在，一起回来。他说跳票了要戳破了，今天就是为了戳气球。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就一直这样回答。可是观众朋友，再怎么讲哈，有没有连任？夜市的射气球比赛吗？有没有连任先不管，至少4年才到嘛。没错。那你今天如果说到了市长的可能哪里，或是你告诉他说这些东西，请你告诉我你的时间表，或是直接问嘛？迪士尼也是一题嘛。那问他说你从上任第一天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天了？我会算哦。请问韩市长？你开过一次迪士尼的会没有？你接触过任何跟迪士尼的人没有？就这样问嘛，这会比那个你是不是迪士尼跳票了？你是不是跳票了？那他也没回答，好，搓，所以没有。那因为其实伟汉过去就是跑市政府、市政新闻，就是起出身的。这20个都菜鸟吗？没有啊，不是，跟他们过去可能真的没有，以前不用质询，没有那么多关注，没有，不用骂，过去12年已经被质询的角色了，对，以前是歌功颂德嘛，不要苛责他们没有经验，他们现在不能够讲了韩国瑜的好话，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讲了，所以站在那个记者立场来看，因为过去我是啦，而且我之前就是专门采访台北市政府跟市议会，那我们在市议会在上面看，有时候一个下午2-3个小时，好几个质询组，到底一个新闻。电视台新闻到1分30秒而已，到底会用哪一个议员的质询？你他不只是只有冲撞或大声就好，你还要找新闻点跟梗。那这一次的话，可以说一开始可能他们也太紧张了，后续应该会越来越好啦。所以今天的新闻梗就是搓气球比赛，就是咚咚咚咚，就是。问题是这还不算梗，就是今天这个梗就是说他们20几个人被。韩国瑜一个人 KO 了，就等了。还有王世坚在后面 KO 他们。我虽然很担心韩国瑜未来4年的总体表现尤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的话，更担心今年6月以前的表现，因为这个影响2020的大选嘛。但是我绝对不担心他今天第一场在议会的处女秀，因为这民进党这20几个这个议员啊，也太高估了自己，太低估了韩国瑜。因为要处理这种跟议员的对干哈，韩国瑜是不缺那这一方面的才干。因为第一点，他口条好，而且他被王世坚特训过，他口才好，还有呢，他那个
EQ 好的太好了，没有人比得上他 IQ， 其实也还也不错，也不错。所以今天你看这个完了以后，这个的议长给他90分啊，议长给他90分，我其实要给他比他90分还多，我觉得可以给他96分，甚至给他100分都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拍马屁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90分或者96或者100分呢，是因为这个20几位。这个民进党的议员的这个过度这个超低的表现，把他衬托上去了，把他拱上去了。因为大家刚刚有讲说，哎，这个又不是立法院，怎么九二共识还要在这里问？我认为是可以问的。为什么可以问呢？因为韩国瑜的什么出去啊，什么进来啊，啊，那个跟大陆没有关系吗？啊，那个跟九二共识没有关系吗？虽然这个是台北市那个高雄的市政，但是他也回答了，他说我的零经济。啊，我的零政治100经济，就是市政。我要把市政搞好，我要把经济搞好，所以当然是零政治100经济。但是超过市政的范围以外，我是非常支持九二共识的。那什么叫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就是我们党的版本加上中华民国宪法加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就非常的完整了。啊，你管他习老大讲什么东西？所以他今天这些回答，我跟你讲，你也太低估了他。他是有备而来的，他不备。也可以回答，他有备而来，那更不用讲了。所以哈，这个给今天给民进党的议员呢一个很大的教训。下一次啊，下一次一定要表现好一点。不管是道具的创意，或者是质询的犀利，昨天的民进党市议员20几个人，没有办法有一个人打过王世杰的。世杰，你看看你在高雄市议会的这些同事们。不，其实我们高雄市议会的我们这些议员同仁哦，跟他们也不，他们很有生命力的，啊，其实也蛮有创意啊，只是都没生命，只是说不分民进党或国民党哦，只是说因为韩国瑜才刚上任呐，那确实对韩国瑜的质询，要我是会像柯文哲第一次踏进议坛，我是对他等于7分的。期待啦，啊，3分的一些监督哦，7分的期许啊，3分的一些监督跟批评，要针对他已经讲过或没做到的，所以当时我才会送他说本鸡跟汤匙哦，就是说一开始的那个对他期许可能要重一点，当然还可以带一些反讽的哦，因为但是柯文哲又比起那个韩国瑜，我简单讲哦。韩国瑜现在寒流鼎盛，韩国瑜有说大话的权利不打紧吼。现在韩国瑜这个叫做什么呢？先上车后补票啦，因为他去高雄不到半年，那就就呼隆选上市长，其实他真的准备不足，这大家不可否认。他对高雄的政策愿景这些明确要做的，其实他不是那么详细。但是我想市民可以接受，因为选他的嘛。那柯文哲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对柯文哲批评监督更严厉？滚带趴，我觉得柯文哲叫做吼搭霸王车了，哦，那个韩国瑜是先上车啊，至少现在要来补票嘛。柯文哲就是笃定了，就是我就是要搭霸王车。他前4年第一任啊，无心市政，把台北市长。当成他个人图他更上层楼政治野心的踏板，他用台北市长的光环跟资源帮他自己铺政治路。好了，第二任连任以后，那你好歹连任，你好好收收心。他也不，他从头到尾就是霸王车的心态啦，他硬是要把你霸王车搭到完。所以我期许韩国瑜就是说，你以柯文哲为师为借镜，你先上了车，那好歹你现在要补票。赶快把先前你没准备好的，或者你现在想做，你赶快去做。包括如果他要除弊，好啊，哦，那但是各位的评论说高雄是不是前朝有做不好？因为这样子的评论，第一个应该要更客观哦，要有更实际具体的证据。第二个，不要说这个打前朝，然后把前朝没做好当做未来如果韩国瑜做不好。啊，有个下台阶，这样就不好了。不过世杰啊，你要不要帮这个你的民进党同志们打个分数？他们的第一场质询秀，你觉得如何？很好啊，也很有创意啊，80分以上，80分以上。因为在韩流鼎盛，韩国瑜现在跟神一样的那个面貌出现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他们很勇敢的
敢来提出这些很尖锐的提问，我觉得光这个勇气，这是80分以上。所以给他们最佳勇气奖。的确，其实刚刚世坚讲的，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刚刚讲的这一段话，我100%都赞成。那韩国瑜他也不会演。可是呢，现在全世界不止高雄都对韩国瑜的期待是很高的，那六都甚至于全台湾的县市首长都刚刚上任，可是只有他们家议会一定要把韩国瑜叫来质询，你就知道说不只是韩国瑜的压力很大，其实高雄市的民进党的市议员的压力也很大。你对韩国瑜太客气，民党支持者会觉得说啊，你这议员弄不好，那你对他太凶，人家才刚刚上任而已啊，才上任20几天啊，你是要给人定什么，人家还没开始走的啊。所以对于这些市议员来讲，他怎么样子去拿捏，我觉得其实你看这市议员站在那边排排站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压力很大，反而韩国瑜站在那里是轻轻松松老神在在嘛，因为我才刚上任20天啊，你要问我什么啊，你如果问了太派，如果你批评的太过火的时候，你就变成邱意莹第二了。就是你今天韩国瑜之所以能够这么样子的风生水起，红成这样子，也是拜民进党之赐啊！太多这种猪队友了嘛，所以他们今天如果表现的太过头了，他们就是猪队友团队啊，那使得韩国瑜其实后面会更好做。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市议员不把韩国瑜盯紧也不行，没有办法交代，然后盯过头了也没有办法交代。其实他们的压力是比韩国瑜重很多的。那你未来，你等到有一段的时间之后，韩国瑜的施政真的出了问题，他的用人真的出了问题，你还来得及吗？你现在这么的紧急，你就是猪蛇闭结的娘啦，你只能把姿态摆出来啊。那摆出来之后，我觉得还 OK 啦。虽然你们用那么高的标准，用王世坚的标准要求他，全台湾你们用错标准了。对啊，全台湾有几个议员像王世坚这么红的，像他这么有创意的？哎，王世坚是蓝绿都喜欢他哎，所以除了柯文哲，大陆对啊，除了柯文哲，所以柯也喜欢坚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是太严苛了一点啦，但是他们倒是可以多多请教王世坚，给他们多一些有创意的一个，因为。其实王世坚质询高那个韩国瑜，就是韩国瑜今天爆红的最主要的起源嘛。所以你今天那还王世坚当时的质询的表现，也没有人说他不够格做一个市议员啊，他也很红啊，就声势都很强。对，就是这类雄心公 A 啦，就是讲吼，议员嘛也得分啊，被质询的两边通通都得分呐、啊，所以对双赢双赢。所以高雄市议员，我觉得他们很难呐、啊。真的，这个大家对他们的要求哈，这个他们要满足观众真的很难呐、啊。不过我话说回来，就是说哈，我必须解释一下啦，因为大家刚讨论成一团哈。韩国瑜说99%心力一分除弊，表示他没有不要除弊，但我觉得他这个讲法是对的。为什么？第一个，高雄是一个长期绿绝对大于蓝的地方。所以今天韩国瑜他以一个国民党提名的，甚至于他是外省人，他在那边得到了一个这么压倒性的支持，他不能够一上台就是一副我要来秋后算账。今天蔡英文的执政之所以这么彻底的失败，就在于他一上台之后，让人家觉得你只会秋后算账，其他都不会。那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上台之后，因为大家对你期待很高嘛。那所有的这些公务员，以前不管他是拍马屁也好，他是不甘愿被逼的也好，或甘愿也好啦，大家都很担心说，那新任的市长会不会因为我过去帮过民进党服务，我可以用点油做记号，还是说我内部市府内斗，我用这个理由，譬如说我想要他的位置，我用这个理由来斗他抢他的位置啊？哦，这个是较早吼帮民进党为非作歹的啦，这就是帮凶啦。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马路不好好验收的啦。对，就是说对一个新的政府、新的团队上台，他必须很清楚的，他用很夸张的语言，就韩国瑜都是用这样子嘛，拼经济不要拼政治，他用一个很夸张的语言，清楚的传达他的政治讯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宣示，你是青菜公共的哟。告诉大家说，我今天上来，你不用担心你是不是颜色正确。你是不是政治正确？我要的是99%心力。如果你可以帮我高雄市心力，你可以帮我高雄市政做出成绩，
我通通愿意，我通通支持。这个宣誓真的很重要，你要带人，那下面人就会得到这样的讯息，就知道说我现在不是急着要自保，我现在不是急着要内斗，我现在也不是急着做政治表态，说我早就是蓝的，我只是吼在绿的底下，我不得已的啦。我告诉你，这些很多公务员哦，为了政治表态，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这也是看不下去。但是今天韩国瑜的这种做法，就让大家不需要花时间跟力气去担心这件事情。你就是好好干，但是有一分的除弊，真的有弊案的时候，我也不会神经病啊，我干嘛去帮干嘛去帮前朝掩护呢？但是我不会把我所有的力气，就是刚刚世坚议员讲，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就说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到时候你做不出成绩来，就每件事情都拿前朝做得不好来做借口来做理由，就像民进党现在一样。每次做的不好，就要把马英九以前前朝抓出来。只要现在做的不好，就给阿公阿腿出来用。你如果做的很好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去怀念国民党啦。所以很简单，今天的韩国瑜，我觉得他的这个政治宣誓是有必要的，不是说他今天回避、不改或不想除弊，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大家等着他交出成绩单，他交出成绩单的那一天，他会让那些说：“哎，我支持了一辈子民进党，我第一次支持一个国民党的人，觉得我邓基平没有投错了。”或者是那些等着看说：“哈，我的跨立界吐槽有外高，哈，小丽你说大话说成这样啊！”如果这些人也心服口服的时候，我跟你讲，才真的突破蓝绿啊！以后我们的政治选举。才会是比好的，不是比烂的。大家看一下柯文哲哦，他昨天为什么要夜访馆长哦？我觉得他是刻意要去释放出一些讯息的。那他知道党了，对，大家一定要问他两件关键的事情：要不要阻挡，要不要选总统？因为大家一直在讲嘛，柯文哲一定是阻挡之后才选总统嘛，所以这两个是联动在一起的。那柯文哲向来他回答问题，他不会把话说到死，所以大家就会有揣测跟想象的空间。果真嘛，今天又变成标题，对，我们就开始讨论了，就意愿很低到底是多低呢？那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其实一直在铺陈，他也一直在观察，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哦，他一直在观测这整个社会的氛围。跟他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对他最有利，所以你看他如果今年的三月访美，这绝对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市长的访美行程，这个跟他未来要铺陈他角逐2020的总统大选，其实是占有关键性的位置，所以他是会一步一步铺陈的哦。访美之后回来，很有可能他就会阻挡，阻挡之后就可以正式宣布。他要参选2020，因为他到时候跟他所有提名的立委跟他个人的选举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那当然他现在还在观察的是什么，就是说各界对他的支持跟温度有没有持续的加温跟保温。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夜访这个馆长，他还是不断的要让自己有一些声势嘛，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这个韩国瑜的效应对他来讲有某种的压抑的作用，因为媒体还是一直觉得韩国瑜什么韩国瑜什么，刚刚我们讨论很多韩国瑜首次的这个韩国瑜今天要市政直播，所以他昨天就夜访馆长，对对，所以他其实他很知道说在网络的声量上他绝对不能弱下来，这是他的最强项，所以他一定要保温，然后一直不断的保温，然后看这个其他阵营的变化，国民党会推谁出来，然后到底这个是蔡英文赖清德他会不会结盟在一起，然后各项的民调，因为他最近还是有点得意啊，因为最新的这个政大有一份的相关的民调他又是第一名这样子，之前苹果是朱立伦第一名，然后这一次呢他又第一名了，然后他可能又觉得这个如果我一直是第一名有什么理由不选总统，意愿就会慢慢升高，是啊，然后他的动作可能就会越来越积极，别忘了他现在还有战情室哦，人家现在这个战情室可高明了，就要分析国内的各个政经的现况，然后还有什么是可以加强的，这些动作都不是普通一个台北市市长他会去做的动作，所以他要角逐这个2020的大位，我想这个态势已经越来越鲜明了。那至于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关系，这真的是非常的微妙，我觉得蔡英文一直想要把赖清德排除在2020他独立参选的这个选项，一定要把他尽力把他画叉叉，所以他百般的讨好，你看他之前动作那么大，我们刚刚还在讲说他之前是不是创造一个假新闻，因为他极力
百般的慰留这个赖清德，然后说苏贞昌，我连问都没有问他哪来的同意，就是说我们要请所有的力量留住赖清德。我觉得蔡英文把他演戏演到最后一刻，这样就是说我对赖清德多么的珍惜跟尊重，然后今天又放出这个消息说赖清德是我想要培养的接班人，有没有听清楚了？不可能是竞争的对象，赖清德要排队2024，学着当总统，对，学着当总统，他是接班人，所以蔡英文极力要营造出一个意象，就是说他跟赖清德不会分裂，也不会分道扬镳，赖清德也不会取而代之，更不可能2020赖清德就自己冒出头来。那蔡英文所有的布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是成功的，他已经成功的塑造了把独派想要拱赖清德的这一件事情已经彻底把他打消掉了，所以现在的赖清德应该是比较辛苦的，就是他自己要想他到底要不要出来挑战蔡英文，还是其实这一个应该已经烟消云散，他看他的书去了，就是说他再沉淀一阵子吧，书看多一点，然后2024准备再起。所以现在我觉得蔡赖之间的关系，蔡英文掌握了主导权，赖清德只能配合。所以如果新新闻这个消息应该是刻意释放出，他心现在心想的当然就是说他要选总统，然后做四年就好嘛，至少做四年的总统。那韩国瑜又祝他心想事成，这是一种间接的表态吗？启真，心碎了吗？不是，为什么他是心碎？我现在是太后选人之一，现在是谁在打麻将？启真要八年，他八年。那个我先讲那个柯文哲啊。柯文哲他说意愿很低，正在想阻挡，我觉得这有点矛盾。就是意愿很低，但是正在想，所以到不是啊，对于选总统意愿很低哦，但是对于总统正对阻挡正在想，但是他阻挡就是为了要选总统嘛。对，但是阻挡的目的是什么嘛？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的回答是蛮技巧，他就说我意愿很低，但是很多人拱我啦，所以他现在他必须来想这个阻挡的事情嘛。倒是阻挡的事情，其实在之前就有人提到他想要阻挡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看来是有机会的，妙天不是要阻挡支持他吗？不晓得是跟哪个天不知道，但是他组的党应该会真的不太比较不一样的政党啊，不一样。如果从他的讲话还有我们对他的想象来讲，过去台湾新的政党有好多个嘛，哦，那从过去到现在，最后还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那所以他组的党到底是一时的政党，还是呢？是真的要永续发展的一个政党啊，是什么样子的性质？可能只是一个选举团队啊，也有可能，然后或者只是一个结盟的团队，不是党。那因为组完政党以后，对于推派候选人是比较容易的啊，否则的话，他要经过联署的话，也要二三十万的。但他要有三，他要有党团，他要在立法院有党团。对，但我一说就推派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来讲的话了，那当然，如果说他在这次总统大选跟立委大选里面，他去结盟，他与其都要去结盟，他干脆有一个政党形式，那对他来讲，这个是一石好几鸟嘛，所以我觉得柯P，他这样子的讲话，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搞不好六月以前他就会有这样子的雏形出来，因为已经正在想，那代表其实应该有一些动作会在进行。不过显然的，他是网红嘛，网络时代。算是台湾在网络政治上面的第一人哦，他成立的政党其实大家也在看，到底会是哪一类型的政党？就不一样的政党，虚拟会不一样的政党，网络政党，虚拟的那网络馆长的健身房。那我们的这个王院长啊，他有提到说，如果有机会啊，做一届做四年就好，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他一些参选上面的一个。这样算是宣布参选了吧？我觉得某种上几乎是有点这样讲了。他只是说因缘具足这部分，他时间上还没有定，但是他已经讲说慢慢好像已经足了，快到了，越来越足了。对，他还讲说大概元宵前后嘛。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王院长是应该会选啊，照他的这个节奏。所以伟汉最厉害啊！伟汉最早说王金平一定选。我啦，什么伟汉吗？伟汉讲错了，伟汉还说朱王配的，我都不好意思让他。但是毅力比较好，但是一定选是党内初选，党内初选我们大家都可以期待，就是说王院长他是一定会选党内初选的啊。那至于说选到什么程度或者未来怎么发展，我就是问我们还不是很确定。你说他一定会参加党内初选吗？对，那你觉得他现在在党内出现的机会有多高？
你说初选出现的机会是不是最后胜出代表国民党初选的机会？应该其实每个人想选的机会都蛮高的啦。现在看起来的话，有讲跟没有讲，看不到相公是谁，看起来其实机会都蛮高的啦。因为连游戏规则都还不知道，还没有定，对，可能也必须等到游戏规则了啊。那不过对王院长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次他的出现都会跟韩市长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也代表，其实王院长在准备参选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他算是很积极。这个代表韩国瑜比较挺王金平吗？应该说他们比较熟识吧。啊，就不管是地缘也好，还有过去九二一选举那段时间的互动也好，至少可能在过去这半年以来，他们相对是互动多的，那相对是比较熟识的。那至于是不是韩市长只挺王金平，我倒看不出来说，好像说他特定，你现在还看不出来，还看不出来，心中的排名嘛？他并至少没有明讲嘛，他是讲心想事成嘛。可是他都没有祝别人心想事成啊，就是唯一的一个心想事成。别人也没有去这样碰到他，要去拜托他讲啊，搞不好真的是这样吗？搞不好下一次其他候选人去找他的时候，他也心想事成，也有可能啊，这很难讲，因为这年头心想事成，我要听伟汉的分析，好用的。到底韩国瑜心中谁的心想事成排名最前面？韩国瑜跟这个王金平现在这样看起来的那个好感度是最高的，而且，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解读不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哦，基本上甚至可以直接解读就是国民党四大天王打麻将。那有一个人是相公，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止一个人是相公了。那十五张牌，他说要被排除的很多。没有那一张牌的人就不可能胡嘛。那如果你要再更进一步去解读的话，没有韩国瑜这张牌的，韩国瑜就是大家少了一张牌，没有韩国瑜就相公就对了。没有韩国瑜的人你就胡不了牌，对吧？所以嘛，没藏书嘛。我觉得哈，几个点可以跟大家报告哈，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在讲那个启动网红模式啊，我先讲王金平，再讲柯文哲哦。王金平他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呢，他也不是说随便，就是说，哎，我现在准备要参选而已哦。你看哈，他先前在他的这个已经很久都没有在使用的公道博的这个粉丝团啊，他有跟大家讲哦，他说这个不是我的个人粉丝团，可是呢，是很多帮助我的年轻的这些媒体朋友们，他们帮我组的。他的粉丝团里面贴，你们那天苏文昌去拜访他有没有？他说发量对决，直接揶揄自己的头发少了。好，所以当他也已经开启网红模式的时候，观众朋友就知道说，他马亮对决他赢了，对，他还赢了。但是问题是，基本上头发如果不是太多人，他不喜欢人家从后面去拍，他不但拍，而且还贴。那当然，我不知道苏院长也 OK， 他常常自嘲了哈。然后最新的一个是这个，有没有寻找跟我一样名字左右对称的人？哎，完了，这是年轻人喜欢的，因为王金平三个字，王也对称，正好他是左边右边看，拿个镜子从中间这样一格都是的哈。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其实有，然后马上想到一个啦，英文就是，好，蔡英文的英文是对称的，荣华了哈，就是或者是美文，哎，这几个字都是。所以呢，哎，他也开始和下面很多人在留言，所以王金平他开始发动了这一些就是网红的模式。然后呢，他今天我觉得从这个点就看得出来哈，他的攻势是凌厉的。因为一般不会在选举跟讲说做四年就好，他没有讲总统，可是大家知道他讲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更降低他在党内大家对于就是王院长年纪比较大，所以常常有人讲哈，当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继承的缺点的时候，就把那个缺点当成优点来用。所以他现在告诉你四年就好，多少人会觉得说因此而觉得很兴奋，对不对？我好激动哦，你说我可以换韩哥。所以呢，他要把这些票吸过来，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果当选了以后就当四年，那就再讲嘛。他现在有说他总统当四年吗？选别人可能都要做八年，他韩国瑜等更久。对，一般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像启程跟那时候有人讲，是不是如果说当然那时候像选情越来越好，有人讲说是不是如果说卢市长那时候可以讲说让那个江启程能早点起来接啊，都有这种传言。那现在王金平自己讲，还不是别人讲说，哎，亲近的是说我认为他会怎么样，他自己讲，四年就好，对，四年就好，所以他会鼓舞很多在国民党内原本觉得王金平不是我的选项的人，会觉得说好像也还好，反正他四年就不做了。那如果说韩国瑜也支持他，不要搞到两败俱伤、三败俱伤，或是多败俱伤的情况之下，他的出现几率就提高。所以我讲哈，王金平的出现几率一直在提高，而相较之下呢，朱立伦这段期间的网红模式，他最近也会啦，我就说他会开启嘛，赖清德也是嘛，哈。那倒过来讲。讲这个柯文哲讲说，我参选意愿非常的低，那我在想要组党，对不对？什么党的？台湾网路党嘛，或者台湾网红党嘛？
不要忽略他的这个网红模式，毕竟他是这个祖师爷层级的。韩国瑜之前台湾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人网络声量是可以跟柯文哲比拟的，那现在韩国瑜追上了之后，柯文哲他也没有示弱。今年的除夕他要去找这个所谓的视网膜，对，什么眼球中央电视台，这是属于比较偏毒的。然后还有千千进食中，他是一个女网红，很喜欢吃。然后还有李哥太太，最近很红的浩浩，然后跟另外一个是老天鹅。所以呢，柯文哲他把几个年轻族群，甚至连毒牌他都顾到了。除夕到初四，他不断的每天有网红出现，然后之后三月到华府。总统到华府是基本上很困难，几乎办不到。我不知道 Vincent 可不可以帮蔡总统办到哈，但是市长去华府完全没问题，市长去华府跟侨界演讲或是在一个学校演讲也没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总统模式更简单。那就倒回来讲哈，哪一天等到六月，他说我要选总统那一天的时候，你再倒回来今天看他所讲的内容的话，说我的意愿很低，哪一句是说你违反承诺呢？你功力不被算啊，然后你说要选，从选举对，所以就是说他基本上说他的意愿其实很低，就要完全不用去考虑。会说意愿其实很低，其实基本上表示他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了。王金平跟柯文哲都已经是做好准备了，但是朱立伦跟吴敦义呢，他们也不会缺席。所以呢，王金平下来看的话，因为他跟韩国瑜之间的互动明显跟其他的三位好非常多，好，没有到还不是等距哈，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希望是等距，现在看起来这王金平他是非常在善用韩国瑜现在的人气，他的机会不小。